大家好，我是东京走桥的包博。东京都人口将近1400万，面积大概是台北市的10倍。第一次在这样规模的城市旅行，应该可以玩个5天4夜不会腻。但如果你已经来东京好几次了，会不会想要在旅途中换个心情看无敌海景，参访日本国宝城池，到 Outlet 血拼，仰望壮丽的瀑布，泡个温泉，欣赏美丽的红叶，探索深山中的神社，或吃看看当地美食呢？本集影片鲍勃就来介绍从东京出发1-2个多小时就可以方便到达的景点，安排个2天1夜游绝对值得。那我们看下去吧。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伊豆热海这两个地名，这也是东京居民周末很喜欢开车自驾游拜访的地方，自然文化美景非常的丰富，还有世界知名的温泉。虽然从地图上看距离东京看起来没有很近，但其实从品川搭乘新干线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到达热海，加上租车到伊豆也是蛮方便的。我们这次影片就来一场精彩的2天1夜游吧。我们到达第一个景点伊豆之国全景公园，大概是上午9点左右，名字叫全景公园，大家就知道景色会很美了吧。那事实上也是，我们从三角搭乘全长 1.8 公里的缆车，海拔往上上升452公尺，到了山顶可以全景享受伊豆的美景。虽然拍摄当天是晴天，但很可惜拍摄起来还是有雾雾的，否则搭配富士山欣赏伊豆的景色应该会更有看头。我们在山顶上的商店吃一些东西当早餐吧。包勃来访的时候天气很热，点个咖啡双麒麟，边吃边看景，悠闲一下真的很不赖。现在时间大概10点半，我们搭乘缆车下山后回到停车场开车，大概20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修善寺温泉。这里是伊豆半岛历史最古老的温泉，也是日本百名汤之一。这里的景色依山傍水，是夏目漱石等等的文人墨客喜欢拜访的景点，也有很多温泉饭店。这个区也是鲍勃喜欢的日剧约定的灰姑娘的取景地点，推荐大家可以在那边花个1个小时，沿着河畔散步，经过浪漫的桂桥之后，往竹林小径走过去。虽然人不在京都，但却很有岚山的气氛。最后再走到有1000多年历史的修禅寺。离开修善寺温泉，现在大概12点，我们开车约25分钟，来到了净莲瀑布。这个瀑布是日本瀑布百选之一。花点时间从停车场走20分钟的自然步道，就可以看到瀑布了。由于这里位于深山中，而且有瀑布跟河流的缘故，让这里夏天气温最高温不超过16度，十分的适合避暑，然后也很适合芥末的生长。那瀑布本身高25公尺，宽7公尺，近看非常的壮观而且清凉。另外这里也有天成国际尊钓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边钓鱼边看瀑布的乐趣哦，也可以顺便在他们的茶屋吃个中餐。离开瀑布，现在时间大概下午2点，我们这次直接开1个小时左右的车来到了下田市。下田市位于伊豆的南部，是一个集结温泉、海滩还有历史的小城市。那鲍勃这次着重在它的历史风情。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造成了江户幕府松绑锁国政策。Perry Road 就是当时美国海军准将马修·培里所走的路。一路上有许多具有历史风情的建筑，很适合拍拍照。那这条路上也有很多可爱的咖啡店。鲍勃来到大正时期建造、已经超过100年历史的古民家咖啡店草画房来喝杯茶，吃个下午茶补充一下体力，看看优美的河畔景色。现在时间大概4点半，我们赶天色变暗之前去拜访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对了，如果觉得行程有点太赶的话，可以在规划行程的时候挑掉1-2个不喜欢的行程，毕竟出去玩还是玩得开心最重要。我们开车1个小时左右来到了城之崎海岸，
取材的时候天色有点暗了，还请大家多多见谅。这也是4000年前左右，大势山火山喷发流出的岩浆所创造出来的独特地形，熔岩峭壁加上大海的景色真的很棒。因为长48公尺的吊桥也是这里的特色，往下看23公尺就有海波浪，有点惧高症的人走起来应该真的会怕怕的。那我们今天的行程也在沉积奇海岸中结束咯。看完沉积奇海岸，天色也晚了，我们就开车回到热海的饭店，好好吃个晚餐休息一下吧，继续第二天的行程。第二天早上大概8:45开车出门，开个10分钟内，我们蜻蜓点水，快速的看第一个景点哈西里 U。这里与稻后温泉、有马温泉列为日本三大古泉之一，距今约有1300年的历史了。虽然这里没有办法泡汤，但可以看到温泉源头，然后走到一旁的足汤，边泡脚边看海。离开哈西利 U 大概9:30，开车10分钟，我们来到 MOA 美术馆，刚好赶上开馆时间。这里是一个收藏众多历史文物的美术馆，雕刻、书法、日本传统画作应有尽有。美术馆本身是由世界知名建筑事务所新素材研究所操刀设计，特色是充分利用美丽的光照，让作品表现出美感。从空间感十足的室内看出外面，可以看到美丽的大海。从室外观赏建筑本身也很棒。另外，连接入口到美术馆200公尺电扶梯，以及电扶梯到底的直径20公尺万花筒 Project Mapping， 也是不可错过的精彩艺术品。在这里还有点时间的话，可以去日式庭园散步。离开美术馆大概11:30左右，我们开车不到10分钟，到了来宫神社。这也是热海最知名的神社之一，大约有1300年的历史。这也是求福、祈祷好运的神社。另外，绕着高26公尺、周长24公尺、超过2000年树林的大樟树，走一圈可以延年益寿。现在时间大概12:30，中餐时间到喽。开车15分钟内来到热海的名店热海布丁食堂，这家不只只有卖布丁哦，也有正餐。那正餐也是用布丁的重要食材鸡蛋所做的欧姆蛋。切到这个实在的蛋黄，会不会已经让你开始食指大动了呢？起司欧姆蛋、咖喱起司欧姆蛋、奶油明太子欧姆蛋都赞赞的，当然甜点布丁也很好吃，看看真的有够实在。然后卖相也很好，适合 IG 打卡。对了，这家店的戚风蛋糕也很不错，难怪放假日永远都是大排长龙。慢慢吃完中餐，现在时间将近2点，我们开车5分钟左右来到了 IG 打卡殿堂 Akao Herb and Rose Garden。是一个有20万平方公尺的花园，但园区最有名的就是世界知名设计师魏延武所设计的 Koeda House。 咖啡店本身的设计就像是一棵树一样，然后四面都是用玻璃围住。坐在室内或是室外吃个茶点，看看海放空一下吧。提到海，就不得不提一下花园内配上无敌海景的打卡设施，包你可以拍一个下午。离开花园现在下午5点，不泡泡温泉应该对不起自己吧。我们开车5分钟来到 Ocean Spa Fuwa， 因为鲍勃取材的时间是冬天，所以天色已经暗了。但如果是春天或秋天的时候来，现在正好是太阳下山的时间，在25公尺长的露天风吕，边看海边泡温泉，顺便看日落，到了晚上的时候看着月亮更是浪漫。馆内也有很多提供休憩的场所，晚餐就直接在这边的餐厅享用吧。我们精彩的伊豆热海二日游也就这么结束喽。位于长野县的青井泽是东京人的度假胜地之一，红叶、雪景、美食、购物应有尽有，而且去东京搭乘新干线只需要1小时左右的时间即可到达。
两天一夜非常的适合。那我们就来场精彩的清景泽二日游吧。因为包博是翻开两次取材，所以影片中有秋天的红叶跟冬天的雪景可以观赏，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两个季节的不同。我们大概早上九点来到清景泽站，先散步个25分钟左右，来到云场池。这里又别名天鹅湖，是一个狭长的人工湖泊，景色十分的优美。侧是随着四季变化不同颜色的景观，建议大家绕着湖畔慢慢的走一圈。逛完云场池，现在大概10点半，我们继续走个20分钟左右，来到清景泽银座商店会。这里如 Outlet 一样，是清景泽知名的购物区域，每年大约有好几百万人拜访这个商店街，见证了大正时代至今这100年间，清景泽变成观光圣地的历史。可以在这里买些土产跟纪念品，大家也可以走到 Shaw 纪念礼拜堂，拜访超过120年历史的教堂。刚刚走了那么多路，让脚休息一下如何？我们从商店街走了10分钟左右，来到十分有历史意义以及国际知名度的万平饭店。这里于明治27年（西元1894年）开业。如果天气没有很冷的话，我们就在咖啡 terrace 用个茶以及茶店，或者轻食稍微充饥一下。现在时间大概下午1点，我们搭乘计程车大概5分钟的车程，或者徒步30分钟左右回到清景泽车站。我们搭乘一站，前往中清景泽站，搭乘15分钟的免费巴士，或者走约25分钟，我们来到星野 resort 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可以体验的东西可多了，不需要住宿也没有问题。我们下午的时间就泡在这里吧。刚刚万平饭店的茶点可能还没有让你吃饱，我们到榆树街小镇的泽村 Bakery 来吃点简餐。这家店也是2021年的面包百名店，包博点起司汉堡以及巧克力冰淇淋蛋糕，补充一下元气。如果没有很饿的话，我们来吃个甜点也行。永井农场是2020年甜点百名店，每天用农场直送的牛奶以及当季的蔬菜水果制作的意式冰淇淋。这个冰淇淋的浓密程度，真的让爱吃冰淇淋的包博大大的惊艳。休息过后，现在大概2点半左右，我们接下来拜访清景泽最有名的教堂十字教堂以及高原教堂。由 Kendrick Band Kellogg 于1988年设计的十字教堂，绝对可以用独一无二来称呼。拱形的部分是用预铸混凝土制作，然后搭配石墙跟玻璃，在下雪的时候看起来十分的有美感。高原教堂则是有100年的历史，特色是红叶时期的美景，当然下雪的时候也很美咯。可惜这两个教堂室内都没有办法拍摄，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图片参考。离开教堂后，我们徒步穿过森林，走过几分钟，来到蜻蜓之汤。这个温泉位在山脚下，然后有一区非常大的露天温泉区，冬天看雪景真的很威。这一区结束大概下午4点半，我们搭车回到车站，大概下午5点。嘿嘿，现在就花2个小时逛一下王子饭店的 Outlet 啦。这里除了有240家店铺可以逛以外，大草坪以及晚上的灯饰很适合来带小朋友玩耍，不喜欢逛街的也可以在这边得到充足的休息。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步伐逛街，但记得要好好的吃个晚餐哦。我们推荐车站走路15分钟以内就可以到的 Mboka 清景泽，这家店是清景泽的名店，也是披萨百名店。使用清景泽当地的自然食材制作披萨，当然好吃，但让包博更惊艳的是他们家的温野菜拼盘。果然是好山好水的清景泽所种植出来的野菜，真的是不得了。吃完晚餐，我们就入住今晚的饭店吧， Hotel Elegance 就在餐厅对面，走路1分钟就到了，大家赶快回饭店休息吧。我们第二天早上大概8点到8点半吃早餐，来享受饭店提供的早餐吧。
今天白天的行程可能没有办法好好享受正餐，所以早餐要多吃一点吧。饭店最有特色的料理是大人气的法式吐司，加上九州直送的鲜奶油以及枫糖酱。悠闲吃完早餐，然后整理一下行李，大概十点出门。我们从车站搭乘巴士，大概25分钟，加上走路5分钟，就可以到达白丝瀑布。白丝瀑布比较起日本其他瀑布，少了一点气势磅礴感，但特色就是非常非常宽。高度虽然只有3公尺，但宽度居然高达70公尺，是地下水从弯曲的岩壁所流出来的，像丝绸一般，也是白丝瀑布的由来。这里除了看瀑布以外，也可以健行。离开白丝瀑布大约中午，我们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从瀑布搭乘巴士，约40到50分钟，我们前往鬼压出园。鬼压出园是附近浅间山喷发时诞生的熔岩艺术品。1783年的7月8号，火山喷发，喷出岩浆冷却之后造就此奇观，也被称作世界三大奇胜之一。整个园区宽约3公里，长约12公里。中间设有 2.7 公里的步行道，在制高点的浅间山观音堂是祭祀当初与火山爆发去世的罹难者。在园区设有一个休息站，可以买一些轻食充饥。我们离开鬼压出园，回到清义泽，大概是下午4-5点左右。我们清义泽的行程也要告一个段落了。如果昨天 Outlet 买不够，现在可以继续购物。晚餐我们可以走到云场池附近享用 Bistro 百名店 Pilene 的法式家庭料理，整个店家十分的温馨，配上雪景更赞。店内使用长野的 A5 级信中牛肉或是鸡肉等当季最值得推荐的精选食材，用心材慢慢微烤出食材的原味。虽然清义泽大多是以西餐闻名，但想吃日式料理的话，鲍勃推荐呷哺呷哺阿塔锅，使用了信州的和牛或是冲绳的岛豚，暖暖的非常好吃，很适合清义泽冷冷的天气享用。吃完晚餐，我们就搭乘新干线回东京，结束这次两天一夜游吧。位于立木县西北部的日光市，虽然人口只有将近80000人，但总共面积达到1449平方公尺，超过台北市5倍的大小，有历史也有自然，所以每年吸引约600万人拜访。我们大约估个早上9:30左右到达日光，直接从车站坐巴士或者走路前往我们的第一站。日光山神社庙宇区域，如果刚刚没有在东京或火车上吃早餐的话，我们可以吃寺庙附近的上岛咖啡。这几个世纪以来，日光的神社和庙宇一直被视为神圣之地，而这里与德川幕府时期的历史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就来介绍日光山里面的几个重要国宝以及文化财吧。其中最有名的日光东照宫，为大名鼎鼎的德川家康的灵庙，始建于元和三年。现在所看到这些金碧辉煌的社殿群，是宽有11年9月，江户幕府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利用1年5个月的时间，动用280万人力所完成的。大家可以慢慢的散步欣赏东照宫的工艺。首先来看看国宝阳明门，号称日本最美的门，门上500多个雕刻建筑。在阳明门周边散步，欣赏国宝回廊，然后欣赏另外一个国宝唐门。哦，不要忘记看一下鲍勃最爱的睡猫，由知名雕刻家佐胜五郎所制作。除了国宝建筑以外，东照宫境内还有非常多重要文化财，
认真看的话可以花好几个小时呢。我们先来介绍世界遗产中的另外一个国宝轮王寺塔悠营，这也是德川三代将军加光公的墓所。这里的国宝建筑是拜殿、相之间、本殿，跟东少宫一样，也是采用全线造的建筑方式，与本殿跟拜殿两建筑间以石间连接起来。与东少宫颜色稍稍不同，塔悠营的颜色是以黑色、红色、金色为主。塔悠营的境内也非常多重要的画材，大家不能错过哦。刚刚提到日光的二社一寺、日光东照宫、日光山轮王寺、日光二荒山神社为世界遗产，我们就由此介绍一下日光的其他世界遗产吧。二荒山神社有1200年的历史，是日光的信仰中心，也是求姻缘的知名之处。另外，鲍勃觉得这个朋友神社名字很可爱。对了，知名拍照景点神桥也是二荒山神社的一部分，也是重要文化财。跟二荒山神社一样，轮王寺有1200年的历史，皆由奈良时代的圣道上人所建。本堂为东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筑，十分气派。离开日光山这个区域，现在时间大概是中午12点，也是中餐的时候咯。中午来吃美美的明治馆。建筑本身为登入有形文化财的明治馆，是日本留声机之父、美国贸易商 F.W. Pong 的别庄所改建而成的洋食餐厅，也是 Tabelogu 的百名店。刚好位在日光的神社寺庙这一带，所以可以当成一个吃中餐的好所在。最有名的餐点欧姆丹饭，吃起来非常的丝滑入口，在淋上花时间熬煮的法式酱汁，好吃。中餐结束之后，现在时间大概下午一点，我们来浅尝日光的中禅寺湖这一带吧。搭乘45分钟左右的巴士，来到了华岩瀑布。这个瀑布真的气势磅礴。我们搭乘电扶梯来到了瀑布的底部，观赏中禅寺湖的湖水从97公尺的峭壁高处倾泻而下。观赏完华岩瀑布，我们搭乘10分钟的巴士来到了中禅寺湖的中禅寺。这个寺庙是刚刚日光山那一区的轮王寺的其中一个寺庙，是一个看湖的好区域。拜访完寺庙，现在时间大约3点半，我们在天色变暗之前在湖畔散个步吧。中禅寺湖畔总长约25公里，最大水深为163公尺，是2万多年前南挺山火山熔岩喷发所形成的堰塞湖。明治时期制造的初期，是许多外国外交官的避暑胜地，现在也成为日本人以及国际观光客的必访景点。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可以参观英国大使馆别墅纪念公园，建筑物是对明治维新带来重大影响的英国外交官萨道义的个人别墅，建于明治29年，现在开放一般民众参观。除了建筑物本身很漂亮以外，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欣赏中禅寺湖畔。现在时间大概下午5点，这一区的设施也都慢慢结束营业了，我们的行程也要告一个段落咯。大家可以选择入住中禅寺湖的饭店，或是回到日光车站附近也有不少选择。Bobo 文选择入住日光车站经典旅馆，就盖在车站旁边，非常的方便。除了有不赖的温泉以外，晚餐的吃到饱菜色也很豪华，蛮推荐的。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就从早上8点的中禅寺湖开始。今天的景点都有点距离，所以有驾照的人可以选择租一天的车，用自驾的方式玩日光。从中禅寺温泉这一带坐巴士30分钟，或者开车20分钟，我们来到汤龙瀑布，也是日光知名的瀑布之一，高70公尺，长110公尺。瀑布从前面的石壁奔流而下，搭配红叶美景，跟昨天的华岩瀑布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震撼感。离开汤龙瀑布，我们搭乘12分钟的巴士，或开3分钟的车，我们来到了战场之源。这里是一个400公尺的石原，四周有自然生态健行步道，
降落战场支援的原因是相传南提山神与赤神山神为了争夺中禅寺湖而在这边打斗，所以只是一个神话传说，并不是真正发生过战争哦。接下来我们搭乘5分钟的巴士，来到中禅寺湖的最后一个行程——龙头瀑布。龙头瀑布很有特色，属于溪流瀑布，水自210公尺的高处倾泻而下，看起来像是一条湍急的河流。我们也可以沿着瀑布践行，近距离观赏瀑布的气势。对了，唐龙瀑布、战场之源以及龙头瀑布，除了可以搭巴士或者开车到达以外，也可以用践行的方式走完这三个景点，所花费时间大概2.5小时。现在时间大概11点，我们搭一个半小时的公车加火车，或开车1个小时前往鬼怒川温泉。大家可以在温泉街吃中餐，也可以花点时间买土产带回家。吃完中餐元气恢复之后，我们搭乘25分钟的电车，或者开车10分钟，带大家看一个绝美的自然美景——龙王峡。这里是2200万年前喷发了火山岩清洗鬼怒川河流而形成的龙腾翻滚的景色，很适合践行。离开龙王峡大概下午4点半，我们的行程已经尾声了。回到东京之前，我们可以路过饺子的都市宇都宫市。从龙王峡搭车大概1.5小时。鲍勃觉得日本的饺子跟台湾的味道很不一样，是一个来日本非常推荐的料理。大家可以拜访百名店味噌与饺子清源，味噌加上饺子加上大量青葱的口感，应该没有试过吧，超好吃。那我们的2天1夜游的行程就结束咯。以上就是东京附近可以2天1夜游的行程，希望看完这部影片可以让你在东京自由行的行程更多元丰富。如果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东京走桥的频道还有更多行程让你参考，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想多多了解鲍勃跟韦恩的话，也可以 like 跟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以及 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东京走桥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让我们可以拍摄更多种类的影片。大家下次再见，拜拜。